就是美丽买了三天的猪了，你看都肥成这个样子。啊！来，起来，起来，他吃的太肥了，转不过来。哎呀，笑死我了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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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过来了，转过来了！我的天哪，你吃的太多了。我跟你说，一两个月都不知道你长什么样。你买了三天的猪了，人家说长不大，然后现在三天，你知道什么样子吗？啊，长成这个样子了！这是我养了三天的猪啊，你看到没有？说长不大，一点长不大。你看这个肚子，啊，这太多了，真的。这个养到后面，我都觉得至少过年了300多斤，因为啊，我太宠它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可爱了，我天天就不停的跟它吃吃吃，然后路上也碰到那些人，它都是有东西的话都会喂，我旁边的邻居也喜欢它，然后就一直喂喂喂，从早上8点钟一直喂到晚上12点钟，还在跟它喂，反正不是吃了就是喂，唉。网上跟我说长不大，最多15斤到30斤，3天，你看到吗？每天那个肚子吃的饱饱的，主要有时候我是喂狗，喂了狗以后，然后剩下的都被猪吃了。我从小给他减肥的，没想到现在长得这么胖，怎么办？太胖了。回来不知道怎么喂，问了一下商家，一天才吃一次，我居然给他喂了这么多，难怪养得这么肥。他说你不这样喂，以后长胖了不管的。美丽就胖，不想把养的猪也养成这么胖，一定要控制手了。看看我们家的狗，我们的狗叫捣蛋，吃的真好。啊，我们的猪不给他吃了，因为我刚刚问了一下。他一天只吃一顿啊，然后只吃小半碗，我跟他喂的是睡了3顿还吃零食，所以他那个肚子长得这么大了，你看以后你不能吃饭了，这几天一天不能吃了，知道不？早上我也喂了，现在不能给你吃了，一天只吃一顿，一顿就吃一点点，以前我给你喂的这个肚子。这是我鼠乔的窝，这是我的猪猪的窝，这是我的狗，我的狗叫捣蛋，捣蛋好可爱呀，萌死啦！嗯，好可爱，我穿的衣服上面还有个包包。这是我们的猪猪。咦，薯条儿，薯条儿，来来，弹不过来，太胖了，太胖了，太胖了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呦，弹过来，弹过来。晚安，给他们说个晚安。看它都是钻在里面睡觉的，看看它钻在这个里面烤，看到没有？好聪明，钻着钻着钻，还要往里面钻。来盖着，我们盖两层，盖两层，盖两层啊！盖了睡觉，睡觉。你盖不盖啊？你盖不盖？这个窝还小了。晚安，晚安，我两个宝贝，宝贝晚安。